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讲经佬这个 channel。 成立这个 channel 的目的呢，最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经和马经。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帮到手，又或者喜欢赛马、喜欢看波的朋友呢，记得按 subscribe 我们这个 channel 啦，开启旁边的小铃铛啦，这样就确保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资讯啦。多谢大家。第七场一班1650米泥地 4.05 分开跑，依后北极光135磅7档，潘明辉骑荷尔马房，这马隔回两个礼拜跑，跳了两货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跑这场马咯。这马第一次跑泥地啦，刚刚赢完进一班1400米没耐，隔两个礼拜这么快就出来跑。我有点奇怪的。究竟是想拿他来减下分呢，定是试下他泥地的性能呢？因为可能如果他泥地好的，是不是考虑摆他出角度跑下呢？咁你一号北极光，所以我就唔系好谂得明点解佢会跑呢场咯。二号柏林探戈133磅八档，布文奇高登人马房，呢只马隔翻一个月到咗跳咗四货。咁啊，呢、这个路程攞住一 win 一个第三嘅，咁但系最近都系跑草地多，布文亦都跑过佢噶啦。咁啊，上场就喺谷草跑一班1650米咧，翻嚟咧梗颈四。咁啊，今次泥地抽个八档冇所谓嘅，因为只马比较被动啲啊嘛。呢场唔系马多嘅场合，咁啊睇下追唔追到啦。能力上就冇问题嘅，而且状态咧亦都几 fit。三号电信巴打132磅五档，田滩骑取石马房，呢只马隔翻两个月到跳咗五货，一货拍跳，仲弹一货集添。咁啊，最近嗰场咧已经数到佢一月嘅时候，一样都系跑场一班1650米啦。咁当时翻到嚟咧。都有个第三上到名嘅，咁但系当时系用中翼礼跑嘅，有减10磅嘅优势喺度，但系今次就冇啦，选择用田泰安，咁啊档位唔差噶，而且跑法主动，呢、这个路程咧其实都上过两次名，系冇问题嘅。咁睇呢只三号电信巴打可唔可以继续帮徐以石赢翻上去啦？四号禅胜宝区127磅六档，马骑女骑喺马房，呢只马隔翻三个礼拜多啲啦，咁啊跳咗五货嘅啫。咁啊，上一場走去跑草地，當然啦，一定係比較差啲啦，冇乜表現啦。呢日馬始終泥地係犀利好多嘅。咁繼續揾阿馬同你跑啦，泥地，因為呢只馬咧多數其實係馬跑開嘅近期都。咁啊，檔位唔係好差，跑泥地呢只馬完全冇難度啦，而且能力狀態最近都幾 fit。咁所以咧，四號潛勝寶區咧，今場咧取勝要角之一嚟嘅。五号喜骏区115磅二档，何铭年骑赛向马房，呢只马隔翻三个人礼拜试埋一货集，跳咗三货，咁啊整一货加油集俾佢咧，逼下只马咧，即系再只马真系再状态再提升咗，真系几 fit。咁佢最近其实喺谷草1650位咧都能够上到名啊，翻到嚟咧大外档铲上嚟，即系包装指挥都能够攞到个第二，而且所以近期咧状态相当之 fit 嘅。咁啊，今次泥地抽个二档，但系泥地其实佢就只不过系跑得近个啫。你话系咪有好卓越嘅表现咧？又唔算，所以我觉得佢泥地性能咧未必系好犀利，因为始终嚟到一班1650米咧，除咗讲状态之外咧，就睇个场地嘅能力噶啦。路好好心得114磅四档，苏兆辉骑五棚战马房，呢只马隔翻三个人礼拜啦，试咗货集跳咗三货，咁啊最近。跑啲咩啊？大家都知啦，就係跑草地嘛。咁泥地一班1650米耍家啦，1650米佢最耍家，千二米都唔得噶，一定系千1650米以上嘅途程。呢只好好心得系好嘅。咁而且呢个路程攞住三 win 四个第二，唔输得俾你禅胜宝区啦。咁我今次揾苏兆辉落去，只马咧揾啲大师傅硬攻啲砌落去咧系好啲嘅，而且档位亦都唔差。咁睇就好好心得，到时发挥成点啦。因为佢再加埋咧，佢试咗课习咧，状态嚟讲咧都相当唔错。七号幸运传奇114磅十档，王浩南骑罗富全马房，呢只马隔咗一个礼拜又跑啦，上个礼拜先赢完啫嘛。咁你咁快又跑都唔紧要啦，双重加磅又嚟咯。上次前一次讲咗俾大家听，苏兆辉正点解会输嘅输咧？根本就同快步速慢步速就冇关系，啲人就觉得你苏兆辉放咁快，咁咪断咯？点解你唔谂下佢系双重加磅？如果佢揾中翼礼跑，佢嗰个步速其实都唔会输噶，我可以答你，系啊。所以变相其实根本前一场就系关因为个骑师事，而唔系关个步速事啦。咁所以今场幸运传奇同一样都系要双重加磅啦。咁因为你冇咗减十磅嘅优势。咁再加埋你赢完马本身好彩嘅地方就係你今次係揀上去挑战一班
因为你上次赢紧三班，咁变相你上次系要咩一二五磅，你今次咩二四磅，望落去好似话你减咗磅，赚咗，但系其实实质上你冇咗一个咁轻磅嘅骑师帮你放咧，你对住呢个对手你系蚀嘅，因为始终你由下而上嚟挑战，理论上你咁嘅分数系应该咩一百一十几磅先啱嘅，咁喺一班度。即係咩啲比較再輕磅啲，咁變相你冇張禮呢度已經差好遠。咁當然啦，黃浩南有呢個三磅都叫做好過冇啦。咁但係十檔你冇得解，一定係放頭噶啦。就算呢場俾你慢步速，你又睇下你放唔放得到，即係贏唔贏得到。八號大眾開心一百二十二磅一檔，蔡明少騎老虎全馬房，呢日咪夾翻三個人禮拜跳咗四課，一課拍跳一課彈集嘅。咁啊，泥地性能。其实你话佢好差又唔系，因为其实佢都跑过第四，都叫做近过嘅。咁但系你话唔系好好水准，我觉得个草地上会好啲啦。近期只马状态 fit 噶，今次又有个一档咧，其实都几帮到手。咁一百大张开心，系咪一定冇得同你哋跑呢？我都唔敢讲啊，因为上次就系同禅胜宝区佢哋一齐翻嚟，佢都有第四噶。今日圣意龙一百二十二磅九档何泽耀骑苏慧贤马房，呢只马夹翻三个礼拜啦，跳咗四课。咁啊，贏完馬之後咧，其實最近兩次都跑得差少少啦。咁狀態的而且確有啲下滑到嘅，見神出嘅角度。咁啊，九檔其實佢檔位冇關係，因為跑花都係被動噶啦。咁睇下呢只聖耳龍可唔可以憑住個性能，泥地呢個性能可以幫佢跑得好啦。因為其實狀態嚟講咧，近期係的而且確有少少低落嘅。十號迎南一百十九磅三檔，周俊樂騎用天鵬馬房。啲人话教翻一个月到试咗课习，跳咗五课，佢就真系赚啦！你试谂下，佢上次三班输俾只黄炸啦，跟住然之后幸运旅程再跑，你就反赢翻黄炸嘛？你变相佢一来一回，而家争紧几多磅？嗰度争成五磅。咁就咁只型男上次系咪赢过你先？如果你觉得嗰场真系快无操。咁系咪叫前个个终点先？你赢嗰组马，赢翻啲乜嘢马？咁所以我觉得呢只十号型男其实有啲着数嘅，而且佢唔系未试过挑战一班嘅步速，试过。咁当时我觉得佢唔系跑得太过差啫，喺我眼中，个第七名系可以接受，因为始终你第一次出嚟一班度跑挑战下啦，泥地性能就唔需要怀疑担心噶啦。咁我觉得以而家呢只马嘅状态能力咧，其实呢个一班抽埋个三档马唔多嘅场合。绝对有机会再次挑战一班可以跑得好啲嘅。赛前因为科习，只马咧相当之走势轻松嘅，咁啊加强咗操练啦，状态真系相当之好。我希望一日迎南今次可以成功挑战到一班。咁啊呢一组一班一六五零米唔满额噶啦，十只马跑，你见我都讲嚟讲去嗰几只马都讲到口水都干咁滞啦。十号迎南我就首选噶啦，贪佢有赔率可以搏。禅胜宝区是不是不好？不是啊，大家都知道他泥地厉害啦，一班路程一班没问题的，跑泥地是不是这个路程又准。那你再讲下去好好心都一样啦，那你电信巴打又是啦，其实好几只跑这些路程没问题的，本身就已经在这个班次跑紧添。那所以变相为什么会揀只由下而上挑战呢？马少其一，那变相只型男又好当只马。全组最轻磅，是不是一定不够你一班马跑？我觉得不是，因为他上次挑战过一次，回到来跟着你们跑，好像麻麻地试过一次，他当时其实输过马位，都数埋不够三个来马位啫。咁变相其实同你们的差距后面都是成站咁涌回来，不是话争太远。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十号型男中间隔翻成个月到，我觉得绝对是有得。挑战下你哋上面啦，因为你哋上面其实跑嚟跑去都嗰堆马啫嘛，禅胜宝区好好心得电信巴打啊，跟住然后嗰啲咩柏林探戈啊嗰啲嚟嚟去兜嚟兜去都系嗰扎马，咁所以我觉得有只侵落嚟再同你哋碾过咧，我所以想搏下只十号型男，因为佢一定唔会系热门，系啦，因为大热门注定都系四号禅胜宝区做大热门噶啦，咁但系禅胜宝区都系要拣翻嘅，能力、场地性能嗰样嘢无可挑剔嘅。再加埋有狀態，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四號禅胜宝区都要啦。咁再嚟就喂三號電信巴打先啦，因為我真係好希望呢個馬房可以贏翻上去，贏翻個勢翻出嚟啦。泥地本身呢個馬房上季就係泥地王，今季啲馬
即係未好得嘅時候，再加埋啲馬又嘅兵源又唔係咁多，變相喺泥地嘅成績都有所下滑，就轉咗容天鵬嗰只。如果唔係泥地嘅成績，邊有一個可以即係困得住徐宇社啊？泥地出擊都知嘅，無論短途中距離其實都好犀利。咁但係呢個電信巴打唯一唔同嘅地方係佢上次係孭輕磅嘅，因為有張日麗幫佢減磅。咁你今次咧嚴格嚟講就正正頭先所講嗰啲雙重加磅咯。系啊，咁但系佢冇雙重嘅地方就係因為佢冇贏過馬啦。咁但係加完嗰十磅之後，你今次你嘅分數係呢一組比較高啲，所以你變相要再食多六磅，你孭132磅。咁對比起上次嚟講咧，係有辛苦喺呢一度嘅，係呢一個點咯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其實性能勞泥地性能冇問題之餘，只馬亦都回夠氣，狀態又好。咁我覺得跑法又主動，又會係擺前走放頭嘅馬。咁希望只電信巴打都可以跑得好啦。咁再嚟就一定六號六六好好心得啦，即係跑草地同整保一樣啊，你都唔使知佢有啲咩太突出嘅表現。當然唔係話好差，但你唔會期望到跑得好好，跑得好犀利啦。咁泥地就一定係另一隻馬咁啦，跑1650米。咁所以呢只好好心得，我覺得喺呢一度絕對都可以一齊嚟挑戰下嘅。而且有個好檔揾埋蘇兆輝落去同你跑，咁睇就好好心得，又有冇機會喺度贏啦？咁所以今場推介咧就係10號型男、4號禪星寶區、3號電信巴打同埋6號好好心得嘅。多謝大家收睇啊！如果你中意我哋呢條片嘅內容嘅話咧，可以撳一撳 subscribe 呢粒掣，然之後可以開起埋隔離個小鈴鐺，咁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咁樣收到我哋嘅資訊啦。如果你有啲咩想同我哋交流嘅話，即管喺下邊留言，我哋見到就會即刻覆你噶啦。多謝大家。